当情绪在降落，出现满天星空，那颜色太斑驳，像漩涡。相遇那天，列表里会唤醒心碎，让我心动感觉从不曾走远。抚平星空下一位，说着晚安哄你入睡，分分合合想见你每一天，分分合合后也会想见你每一天。来，欢迎我们杜华年的两位主演，欢迎您和欢迎曼曼。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今麦，在杜华年中饰演长公主李荣。公主好，真逗。迪哥，张新成好，挺会唱的。怎么你要说什么？好奇怪你。助力，我来助力。助力，我们得一起必胜。有助力环节吗？有有有 有。我们一起必胜。必胜。必胜。看我们，迪哥，你们也挺忙哈，你们也很忙哈，没事没事。哎，这怎么玩啊？到处都是事儿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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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过来嘛。什么叫没事？别怕，我一人站在太阳下。哦耶！回来吧，慢慢。待会儿再弄，来，被我发现了。帮我按摩，张凌赫帮我按摩，赵今麦捂我的腿。加油！加油，迪哥！加油！我们争取赢，我们把歌好好练练啊！牵手了。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是的，有花的叫爱情，祈祷的等。变吧，还等啥呢？我就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刚才那画面，如果只有你们俩，以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，真的，直接电到单膝跪地了。这一下被对方电到了，电到了，电到了，这么疼吗？很疼啊，很疼。你想想刚才了，刚才老秦弄了四个，刚老秦经历了什么？这是绝望。第二次挑战即刻开始。第二句是什么？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。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。行，心。第四句是心偷偷的放晴，心偷偷的放晴。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鸽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和平鸽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心偷偷的放晴。全记下来了他。到你想英勇的禁卫军，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。起呀，我想访问一下两位女士，就张凌赫就是在电的时候一直紧紧拉着您的手，是会减轻痛苦还是会增加他的痛苦？我顾不上，根本顾不上的，顾不上。不重要，不重要哈，不重要。我们刚刚想团魂，大家一起握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几个都出去了。不是太痛了，而且因为这边一电的话，这个手掌不由自主的还捏，然后这儿还疼。玩这游戏之前，张凌赫跟我说，说我只是唱歌不好，我不是脑子不好。他现在是唱歌和脑子都不好。张凌赫就是我们的秦霄贤。第二句是啥？还在问第二句是啥？第一句是啥？这首歌是啥？日不落吧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准备好了吗？第三遍，开始。集中注意力啊，河流下的交易，在心里跟唱就不会错。三二唱。天色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好，唱得好。你要邀请谁？邀请长公主。老搭档。好，邀请长公主来。请选择你们的道具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东西好啊。林赫是在购物吗？看的那种，哦，这不错哎，这好。来吧，我知道。好 ，OK 哈，来吧。我想想啊。绝了。我们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怎么的？我们试一下。什么？
他们排的好细。哦，真的吗？走位都排好了。哎呦，调度各种。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来，准备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，相信我吗？真的不是我做的。就是你做的，你都忘了。我没忘，我没忘。你为什么不信我呢？我不相信你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哎，我知道，女人嘛，都是口是心非的人。这种欲擒故纵的戏码我见多了，都这样。哎呦，应该绑我身上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明天带你出去玩。哎，别生气了，哎，别生气了。哇，全员飙升。哇，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这样呢？这样呢？求婚。哎呀，先戴上。啊，那走吧。哎呀，看到我心砰砰跳啊！真的有爽到，真的来着了，真的。怎么样？120了。啊，三位不，121。我跟你说，三位观众好像在进行一场博弈，真的，他们的心跳就是此起彼伏。对，他们是喜欢这个呢，还是喜欢这个呢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就是你们精准地掌握了中间那位观众叫晶晶的心，他喜欢肢体接触，而且，因为我刚刚本来觉得搂住肩膀这件事情，刚才老秦跟雪琴做过了。但是你加多了一个掰过来这个动作，是，一下晶晶就不行了。喜欢这样的，真的很精彩。那就邀请一下麦麦好了。麦麦，如果爱我，压力好大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压力确实大，前一趴太猛了。请选择你们的道具。迪哥，迪哥。哎呦！有一句话我要对你说很久了，你迷人的微笑，你翘起的二郎腿，你半掉不掉的外套，半掉不掉的外套，都非常令我着迷。这是送给你的，我喜欢你，还有你爱喝的饮料。饮料放桌上吧。饮料，慢慢。哇，好平静的心态啊，大家观众，一个加油，发力，音乐变，这个音乐有点作用。迪哥，你如果爱我，你可能会与全世界的女人为敌。你看下面，都是你的敌人。老弟，你还有可能被世人嘲笑，你确定？你还敢爱我吗？你还敢爱我吗？我可是李荣哎，我可是李荣哎，我天皇贵胄帝王血亲底下的人，全都是我的人啊！可以有一点点反转，反转，反转。我容貌不说艳绝天下，但也名胜于京城。你不应该问我敢爱你吗？你应该问的是你还敢爱我吗？你还敢爱我吗？反转。哎呀，现在已经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了，是我配不配的问题。你配。我配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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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刚我穿着那个衣服站起来望向下面，好冷静的一片，我心都凉了半截儿。还好有音乐。你喜欢这种？你喜欢这种替身的？你喜欢这种啊？不是，这种也很，你不觉得很那个吗？替身文学。苏是吧？他就是喜欢这种。很虐。替身文学。他说了个啥？啊，我没有，刚念了一句我的台词嘛。你要选谁坐到你旁边？一个浑水摸鱼的，没，我觉得麦麦吧。好，我相信麦麦。你俩不一样，你俩就拜拜。那你们二位可以先戴上眼镜。我不戴了，我不戴了。哦呦，这么自信，这么有自信，真的假的？让我拿过来。我要戴的。哎，我要戴。我不戴了，我肯定不戴。来，请看，张凌赫和赵金麦。你别戴了。来，三，二，一。面门。门面担当。回答正确。哎呀，雪晴，请惩罚。哎呀妈呀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但我这个里边没水。你好干呐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迪哥觉得张凌赫是什么担当？门面担当。门面担当。门面担当，都是默契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里面没水是吗？没事，下面一个就是你答题，这边有水，来吧。来，嗨。哎呀 ，OK， 好，来，迪哥。哎，我的眼镜呢？给，因为你带走了，你又没拿过去，对。好。为什么我这个这么猛啊？麦麦写的一分钟都忍不了，忍不了一点。我问一下麦麦，你这个也太……对啊，每分每秒都得回消息。对，我是公主，我有公主病，怎么了？所以我就这一刻都忍不了。哎呀，又被他们说出来了。麦麦的是，我是公主，有公主病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迪哥两小时我忍不了啊！我是公主，我有公主病。行，两小时多了。妙啊！戴眼镜吗？必胜。你这样好使劲吗？哎，其实这样好哎，好使劲是不是？这样对，我这样好使劲。行，准备，挑战开始。没事，我使劲儿就行。稳，哇，不是吧？好可爱的狗，很听话，这么容易？这个劣势就在于说，你要怎么把它翘起来放进去？没事，不着急啊。他不光要把这个翘起来，他。还得把后边这个人给翘起来，你看。哎呀！哎，我们就这样夹着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呦！哇，可以啊！好嘞，啊，第二的，第二个。哎，要不我们两个一起？还想一口气夹俩是吧？一次夹俩。哎，可以，稳得很。哇，这肯定不行。哎呀！来这个，走，这个、走。这个角度不太好。来。哎。聪明。哎，这招行啊！这行，这招行啊！开辟了新思路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可以。哎呦，又来了，都跪下了。哎，不是，其实他们都没有试过女生在前面的那个位置，那个是好控很多。我也觉得，这狗
怎么这么滑呢？这狗。等一下，等会儿。哎，不，莫急，他们被我们迷惑了。我们不一定非得赢，但是他们嘿，让他们太好过。嘿。怎样？哎，这个位置，这得夹住他的脸才行。夹他的脖子，哎，这样可以。行了，看样子他们不会太快。那不会太快。三二一，夹住他的头。慢点啊。走。狠狠的夹，很惊险。好。来，最后一个。哎呀，这游戏练腿啊。还有时间说话，我怎么练胳膊呢？因为你们选的是这种姿势，那不可不费腿吗？这娃娃是存心的吧？你给我过来，走！这娃娃故意的喊牛牛，对我夹我自己，小心啊！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哎呦，看不到一点了。翻了个面，呀！我夹住他的腿了，好，完成！哇，这么快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两位，妹妹还好啊？可以，好吗？可以哈，相当可以。哎呀，怎样？我的腿，我有点麻了。哎，我是这儿，我是这个地方。哎，那我挡哪边啊？对啊，你就肯定是右手顺手吧，我坐的这个位置。外卖挡我。对，我刚刚说这样挡你。不是，你干嘛呢？我们这一队，你看迪哥的样子，可不可怜？迪哥争取了半天。迪哥本来想说他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林赫，可能麦麦会挡林赫，刚才决定了半天，麦麦决定挡王玉文。保护女孩。好，来准备。麦麦和玉文石头剪刀布。好紧张啊，没事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来，赵金麦先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